性侵，那一起哺乳主张书，哺乳的主张书，因为他们家一针见面的传染这份挑衅病。像咱这边来看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。二十节，彼得有一个妇人郎，迄老十二年，行伫伊的脚趾后，摸伊三支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打算讲，我简单摸伊的衫，我就会好。耶稣转身看伊，就讲：妇人郎啊，做你安心，你的信予你好了，对彼时，妇人人就好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、尊叹你的话的人。